叶佩，叶佩，叶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。龙二。欢迎来到龙哥来开箱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六月份最新发售的盒组 ，Everybody's Awesome。这一组呢是由乐高集团的设计副总裁所设计的，它象征着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而且独特的个体。这一盒里面总共有11个素色的人偶，其实这些人偶啊，在乐高的所有的盒组里面都是非常稀有而且特别的。那乐高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设计呢，来传达给各位，每个人都有值得被欣赏的地方。这一盒是真的非常适合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，或者是可以放在办公室当做一个小型的摆饰啊，因为这个大概组起来也不会很大，大概是15到20公分左右的大小，那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开箱给大家看。以上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乐高开箱分享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想要询问的商品，或是想要看我们开箱什么样的乐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拜拜。